好，我看。我也看。哇，你这边直播的光真好。是啊，因为你房间。天哪，好羡慕。Hello， 晚上好。你买个亮点灯就行了。等我搬了。哼，今天好帅，每天都是很帅的。浅播一会儿，浅播一会儿，看看舞台 reaction， 浅聊会儿。晚上好。是吗？其实今天化妆还非常的匆忙，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化妆间争分夺秒的化妆。我头发十二点就做好了。但是你化了很久哎，我进去看大概有两个多小时。我在里面边做边等着，我看能不能插空做头，然后我就画的时候画的很快，在那做了半天。没吃，我就一天一口饭都没吃，惊呆了。早上起来吃了根小黄薯，喝了一杯咖啡。是吗？那就行。中午吃了个橘子，但一点都不饿。我吃了早饭，我点了晚饭，对吧？所以说浅播一会儿嘛，一会儿饭到了就吃饭去了。我真的穿了黑色裤衩。来南京，去南京玩过，还挺喜欢那边小吃的。对，到时候可以好好逛一下。我们俩打车回来的。马仔是什么东西？这领子吃吧，我等会儿再吃。这衣服本来是单买的，是自己买的，后来他们说可以让。对啊，那个其实就是大裤衩。让服装部给改，就让服装部给加了一下，在市面上还买不到呢。还好就是让服装改了下，不然这身衣服上镜。对，我觉得那天打赌的人你们可以。什么赌啊？ 我那天说我穿大裤衩表演，他们不相信我穿裤衩。我真的穿了裤衩，没人相信。还好没赌。我们九点的时候看 reaction， 太搞笑了。怎么还卡点儿？是的，卡点。然后啊，对，明天不是握手吗？我想问他们说，就是要么穿私服，要么穿表演。对，当时但是握两天嘛，看你东西。你们明天想跟这个应该点什么？想跟这衣服合影吗？想跟这衣服合影，我明天就穿这个衣服去。没有，我们只有自我介绍。什么叫也挺帅？没出一天四天就那行，那我明天穿这个，我明天穿这个，后天穿私服吧，可以吧？确实，这边真的比三三七亮堂。我三三七的光没这么低。我就是很想穿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私服我不知道穿什么。但你今天私服也是蓝色的。对，那个是 S 队预言服，去年夏天的。好羡慕呀，大家。反正你去不了。插队应援，你那个什么，没有，听见了啊？我没想要。最近没买新衣服吗？你不看看最近是啥时候？是吧？最近是月底。这个歌是很不错。得等到五号后。我好担心去南京没有新衣服穿了，因为他五号发工资，五号那天速度下单，不知道他看八号能到吧？能到哪些？可以到的。不然就裸着去南京。你裸着，我给你带个浴巾披着。谢谢太阳彩铃兰花，谢谢。膝盖没事儿，就是破皮儿，卡秃噜皮儿了。嗯、对呀、啊，但也没有流血，就是跪太狠了。上舞台了，比较激动。对，太激动了。这个歌跳的，咱们就是说很爽。谢谢四球的幺幺啊，对，发顺丰，我现在买的都发顺丰。我刚开始看到这个编舞的时候，稍微还是惊讶了一下，咱们就说。要举什么牌呀？谢谢你啊，我们排练的时候跟今天也差不多。对，考过没？我不是发口袋了吗？一直问，给你踢出去，真的很烦。是的，是的。别烦我，别烦姐。谢谢一个夜蝶。其实一开始那个衣服吧，谢谢一个夜蝶。是都是在淘宝上买，但是我的那个买回来的时候呢，谢谢就像个大花球，我跟你们说过吧。所以我就选一套公演服，写一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对啊，走 T 台，本来心情都很好的，然后来问一下考过没？我那天的银我在口袋里说好几天了。我们那个走就是已经是在走秀了。对啊，是吗？谢谢一个洋洋马，步伐一致。
啊，你还伤心的哭，我、哦、那我倒不至于哭。我们俩走秀倒是没看。对呀、啊，他们不是说他们当时就是说走秀嘛、嗯，然后我就在口袋里面说，我说因为当时不是有人在群里面问嘛，我就去问姐姐，我说有没有走秀、啊，姐姐说，嗯，不是走秀就是亮相。但后来不是，啊、我只是在口袋里这样说一下，但是当时就是口袋里就有些人来怼我，就是说什么什么嘛，光整的我而已，哎，就是、没弄清楚，整的我也很生气。但是但确实是他们自己海报，对啊，自己什么30米。30米什么？我当时上台说，我说哪有30米，最多5米。谢谢荧光棒，我们俩互掉一支。谢谢20呼的乐队，谢谢谢谢你的呼队。而且我当时也只是想着说去帮大家问一下，又不是我说的没有，又不是我说的没有走秀。整齐划一，哦呦，我们这个可没排练啊，我们这个步伐，但是一般迈左脚右脚。谢谢，谢谢。对的，我们。一开始走排练的时候没有那么要确定左脚右脚的，是的。这张确实画的挺好看的，那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。但我今天妆画的，看来那个暗的地方还挺好化妆的。是啊，我主要是镜子很好使，有一个镜子，非常好用。花儿，把它一啪在这儿。好的，我们一会儿确实要去那边看卡，不然 B 站上应该现在也没有吧。巨好用，家人们，谢谢啊啊！刚刚那个共和兽，嗯，谢谢四个不倒翁。对的，我但今天贴的还是那一款，说实话，你们没看到吧？美瞳吗？你们觉得不一样啊？美瞳吗？不是，他们说我睫毛，说我今天根根分明，但我贴的还是之前的那款。我从哎，我没有贴过，看到了啊，行，一会儿删直播。是好看的哦，好吧，好的，知道了，那就行。肯定看到了，今天真的很丑，不是上镜不丑啊。我之前也是这么贴的，我只是方法，我觉得一定就是屋子的光不一样，你们觉得不一样？长痘痘了，这样还是一样。长痘痘了。谢谢这样的花。Okay. 对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啊。对，看不出来、嗯。之后我买一个这样的。谢谢纯牛奶的不倒翁。盘子里也有。对，对比一下，太黑了。什么黑？我的屋子。你买个亮的灯嘛。对啊，我说等我搬了之后买。眼影也换了，没换。其实我真的没咋换，我真是因为光不一样，你们觉得不一样。没关系，要接受自己的缺点，也不是缺点。这边光好。就本来前几天，谢谢 Clo 皮肤巨蓝火，谢谢。追我、就是这两天开始长痘，气死！我最近皮肤也不好，大家握手能不能离我远点啊？或者你们握手，明天离开镜子看见也当没看见好吗？自动。加个美颜，谢谢。他说戴眼镜的人把眼镜摘下来看我行吗？我这两天真的我就是没有，我最近是我这段时间睡得最好的时候，我每天至少都可以睡8个小时呢。我前几天每天能睡4-5小时，我也就已经阿弥陀佛了，非常开心。别发问号，我是认真的，真的。到时候你们要是敢往前一点，我就这样。记得抽水，抽水是什么？什么是抽水？对的，谢谢 AI 姐的。你们在说什么我看不懂的话？1000度。哦。哎，1000度就没有办法了啊、哦！1000度你也得摘下来了。行，明天就知道。对啊，因为我这个光还是不一样的，跟你们现实中见还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就是建议你们离我远点，合影也离我远点。哎，有没有合影啊？明天有 啊，明天就是合影。签名握手哦，肯定是早上合签，晚上下午握手。好的，你们离我远点。谢谢，不喜欢吃肉的薯条要买。我抽人很疼哦。直播不用离我远点，就是明天要是见的。明天不合双人吧、明天不合双人吧，明天是单人，就是那种普通握手。哦，明天是普通的。南京才合双人。打什么问号？
我打人真的巨疼，虽然我感觉不到疼，但是我也不是断掌，我每次就轻轻拍下人家，他说啊好疼，但是我觉得不疼，疼吗？哎呦，疼吗？疼死了！啊，胳膊断了！好吧，我给你接上，给你接上。我都没使劲儿，打回来。哎，确实不疼，大家，你就是听他这个响是响的啊。就是让你们听个响。那其实我跟你说，平时就是1%的力气都没有用到。确实的，是这个收声太好，就是你看这样子，他刚其实就是这个声音。对吧？我平时打就是这么打，就这样打的。对的，他是。平时打人是要给人拍死的那种程度，但是我刚刚那个就真的没有啊。我刚刚打了自己的嘴巴，好疼。不是嘴巴子，那下次打个外卖可以啊。但是这是你们就是拍着打之前你们要录视频，就是说是自愿被打的，不能说到最后说出去说我家暴粉丝。我这个还买错了，我没有耳洞，但是我买了个有耳洞，我就把它夹在我耳朵上了。看你一下午一直在那儿捣鼓。对啊，我得把它弄一下。对，要免责声明，你们得自己说明一下情况，不然的话。明天找我看财运，我不会看财运，我怎么给你看财运？我自己财运不好。你就让他把手伸出来瞎看一下，你就说你财运非常好。手上哪有财钱啊？没有啊，你就随便，你好多线的，生命线、事业线、爱情线，你就随便搜两句，你就说一句，你现在去网上搜几句那种吉祥话，明天就按挨个背就行。谢谢个铃兰花，谢谢。太大声了，没关系。财星座，哎呀，我只是熟悉的人的，我能猜出来。我跟你说两句话，我就猜出来你来，是不是太厉害了？有点。给你看看姻缘，会有的，会遇到的，再等等，指不定握手会就遇见了。后面排队的人，对，回头就对上眼了。真的，我先等，你不想等啊？明天就给你找行吧，明天就给你找到，给你看看财运。你看这个印堂啊，就是说有什么浓气在云在萦绕、谢谢一个摇摇马，一看就是精神贵人的贵人像啊，肯定咱们就是说一个，我猜你是水瓶座，就是什么工作顺利、你是精神病的话，然后财运巨好，这个是水瓶座，但是因为你说精神病，那精神病不能内部消化，看看事业运。你看你事业运就是说什么一路风顺啊，这个不是我说的，一面试就面试上，这是人家外面星座都这么形容的，就马上升职。没事，我也是精神病，射手也是精神病，哇，都是，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内部这个内部在哪儿？你想哪里是内部，哪里就是内部。猜你，哎，大家就是你们光说这么一个，我也不好猜，好吗？还有2分钟我们要看 reaction 咯。哎呀好快呀。猜呀。我猜不着，他啥也没说，他就说猜猜我什么星座。我猜你是肉做的。好准啊，好准。你是有毛病猜你。想买车姻缘不如人好，确实。这才是钱赚钱来的实在，家人。看。哎大家，我是。今天这个确实是猜准了，但是我也不是神婆，我能在广州真不错，耳开心，只想报复。Me too 啊，我也只想报复。我是，那你是射手座，嗯。希望看直播大家都报复。你看你今天穿的一身红，跟个小财神似的。写一个摇摇马。对，血型好吗？我血型是 B 型的。以前我不太记得这个血型，但之前体检我一看我是 B 型。这是睡衣吗？你可以觉得是睡衣。因为 B 型好像不怎么招蚊子。O 型比较招蚊子。啊 ，B 型招蚊子啊？招吗？招吧。谢谢冰花。是招吧 ？O 是最招的。但我不怎么招蚊子，我是 O 型血啊。
那基本上我跟别人在一起都不咬我。哎呦，你招蚊子咬吗？你平时被蚊子咬？其实有点招蚊子，就是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蚊子包都在我身上。谢谢云光海，对吧？你还说你避星爆招？他们说避星爆不招，但是我比较招。对啊，就特殊情况嘛，我就不招。是吗？跟雪啊，确实，我觉得他可能在外面也闻不出你什么味儿的雪。可能有时候太香了也会招蚊子，而且他们说蚊子他心里写的时候感觉跟喝奶茶一样，因为都是甜的，不是有气泡，血液管里面就是他们吸着就咕嘟咕嘟。那我多喝点咖啡他就能喝气泡咖啡了。蚊子说我谢谢你，就越吸越精神。对、啊、过会儿人就贫血了。他们说来到点儿。来吧，看吧。跟茅台没有关系，大家这个干什么？说跟多喝点茅台，让蚊子醉。不喝了，大家不碰茅台了。应该现在横屏的话，它没有美颜，家人们。舞台风和出场都看看，好的，不是要多看看的。那个出场的那个我也没有看过。出场的在哪里？没有出场的呀。出场自我介绍 cut，先来 cut。先放远点。哎呀，大姐，我穿裤子啊，有裤子有裤子啊。正常直播，吓死了！刚刚这个镜头，穿裤子了。哎，下属。哎，好了，具体，哎呀，妈呀，这灯光好丑，我都不想看了。哪个？灯光很丑。我们，哎呀，挺模糊的。王瑞琪和 冯思佳戴的还是我的项链呢，还你了吗？没还你。他在台上，哦呀，确实，哎呀，我再看一下。去搞笑。王瑞琪和 Team S2 马玉林组成。你看给我们来点那种正道的 BGM。真的很像。当时好长啊。对。对，当时想怎么这么长。我们是007。我是 SM48 Team S 的马玉林。眼睛好小。这光照的你都很小的，而且你当时我一回头发现你的麦挡脸了啊！哪个麦？代号007。你没发现你没嘴吗？哦，你就不往下拨一拨，就把你脸都给哎呀！然后来看舞台，这个是 focus 吧？对对对。我昨天排练的这个地方还滑了一跤。是的。这个地又色又滑，这个舞台当时去跟他们说了，就是其实排练之前后面是纯黑色的，啥也没有。然后我说想要打出背影的效果，结果今天整个珠帘的效果，今天整个就是说啥也没了，啥也看不见。但人还挺好看的。真的啥也看不见，我当时发现看不见动作，我觉得就出来了，好白呀、你在笑什么？没那个猪，我当时因为这个之前跳没看过你。我乐意笑，我天性爱笑。笑，我也天性爱笑。这个动作其实当时排练的时候都不敢实摸，因为怕给我们卡掉。
然后今天上台的时候才直摸，对，他这不错，气爆了这是，很满意。身体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动作我想到了 Kimi， 就是，我知道。你有看过？就之前有一只狗，我知道那个表情包。对，就是它踢脚的那个，后脚那个就是踢很高的。对，是吧？我应该再侧一点，但这个沙发不允许我再侧。你看，真的是不是很像？就是有一只很搞笑，被你说的。还捧不出纸。这是我想起，我看你也没起，我就赶紧慢慢起了。还好换裤子了，真的，是的。你下来的时候，你说的这个丝带，我没觉得哪有问题啊。就是咱俩，你看不好抓的这个地方。这儿啊，还好还好呀，还行，不影响。我当时在台上都没有感觉到，就是这丝带出问题了，我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刘海。对，而且我当时 ending 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，就是那么使劲的去弄了一下他，还好 Andy 好看的。如果 Andy 他刘海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下台就一整个大哭死。哎呀，看看他们在说什么。哎，还行。但是我觉得你们拍出来要比那个好看，因为我们在台下就是让他们帮忙用手机拍了那个，当时我觉得觉得不是很好看，但是这么看还挺白的。就上镜人还挺好看的，编曲好好听，不错不错，不是我们编曲，是之前小鞠姐版本改的，是的，就是比之前那个版本稍微多了些氛围感，柔和了一点。看看 Four 吧，我们刚看完，我们看的就是 Four 呀，对的，我们看的就是。直拍，对，只有那啥没切镜头的，对，然后就是除了开头那个光没有出来，我觉得就都还挺好的。那绳子感觉大家也没看出来啥，我自己要不说确实没发现，对吧？就只是那个啥，不影响的。小狗踢腿，你们要做个表情包。然后沙发太窄了，我没办法侧过去。人家那个，其实我每次排练的时候，因为就是都找不着沙发嘛，都是那种椅子，就每一次腿就是也没有踢那么直，我就说就是到时候演的时候咱们踢高一点。是的，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踢高一点，我嘣一下踢那么高。开头是对的，对，想要那种剪影的。是啊，结果后面排练的时候彩排的那时候是黑的，然后今天上舞台呢又是巨亮，就前面亮后面也亮，我们要的是。从后面打光，就是看到影子的那种。没猜到我们会选这个，我们当时说的呀，就是上至18嘛。其实我们彩排的时候，我其实比较担心，怕被卡动作，因为当时是马老师一个动作审核的。但还好，后来我在后台看了其他的，我觉得还好啊，就是吧，就可以接受的程度啊。就很正常啊，是吗？后面很正常，很正常啊。刚开始他排练，他巨不好意思呢。你也看笑了好吧？那个镜子里我俩一个被捆着，一个这样
有卡掉哪个动作？哪个动作都没有卡掉啊？练习是，嗯，练习是吧？麻辣烫什么时候到呀？要到了吗？只是排的时候都没有太实的，但是就是也比较还原了的，嗯、对、嗯。然后舞台上可能就更那个什么一些吧。居然猜我们跳火柴梗，我们俩怎么跳？对，啊、也不是、啊、他们喜欢跳过，我们俩喜欢看这种啊。你们想看这种啊？练习是没咋，练习是很好。想看我俩 battle？ 那不就是？那我们把美杜莎原版跳出来。那我说出来都忘了，但是我们俩有一个那种对着打拳的一个差不多的动作。是的。你梦到那个就是在 battle。梦到我们跳花园舞曲，哎呦！花园舞曲改怎么改两个人版本的？但这首歌确实也还不错。嗯、失败，怎么说呢？其实差不多这种类型，我觉得差不太多啊。失败还没我们今天的这个那啥呢？对啊。Homie， 上次说发美都刷原版，但是我们俩其实没有学完，我们当时改了，然后改了就没有再继续跳过那个了。是的，就是我给你们形容一下，我们俩面对面对着跳，就那样子的，还有打拳的动作，差不多这个样子。什么叫骗你们很多练习室？你们别乱说啊！就有时候就只是浅浅提到了，然后就变成了。口中的承诺，大跳出眠没有、哦、出眠不是我们啊，这走错直播间的吧，红牛。前面才对啊，不只有女王殿下也用绳子，我们这个也用绳子。对呀，绳子还在哦。那这个还让老师加了个暗扣。对，他本来没有的，因为我们要一下子摘下来嘛，就还加了一个扣子，就是非常方便，就是很方便，随用随取。想看可可爱都有，跟说我们巡演能讲吗？王二七做瓜啊，能讲。王二七做瓜，我真做瓜，我穿大裤衩，穿白衬衫，裤衩，就是他，我平时我怎么穿，他就怎么穿。对的，我到时候把我战衣拿出来，我的战衣。但我没跟人穿过这个战衣，但是我期待了，战士们不看后悔。那我做花吗？当然。不是就报警，好呀，你不叫你就报警。对，我就是，我们就直接把花放在这儿了，不是就报警。对。那我穿啥？我扎丸子头，穿公主裙。没跟你开玩笑。真的，绝对是真的。啥裙？公主裙，非常漂亮的那种裙子，布灵布灵的那种裙子，是吧？那我们就什么？我们就十号，就是6月10号晚上开直播，等着你们来审判。不是的话，你们就是尽情的在弹幕里面辱骂我们，就是审判我们。好的，是的话，我们就尽情的辱骂你们。啥呀，我什么叫我每次当瓜都要穿白衬衫，哎，这个那怎么，那你意思说我每次当瓜的时候我也都穿白衬衫呀？当瓜没几件衣服的，大家。对呀、啊、就只有白衬衫、黑衬衫、红衬衫、透明衬衫、羽毛衬衫。透明能穿吗？我请问，就是那种半透明若隐若现的那种。就只有做瓜只有这些衣服，家人们。还有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大背心儿，就是那种半袖，要么就是那种宫廷。我的大肥裤子，哎，你我新买的裤子，我谁都没穿过的，你就是我穿大肥裤子。保安背心不太配我们那首歌，家人们，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嗯，我们先演哪个呢？我们先演刺激的还是先演不刺激的？先演刺激的吧，把那个放到最后。一上来那样子怕他们受不住、啊，确实，先让他们循序渐进一下。确实，还有保安服不行。非常刺激啊，家人们。对啊，反正巡演嘛，没有直播呀。
没有直播啊。两个都是新的。也、对呀、你猜，你们猜，不一定哦，半新半旧。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对对对。不跟你们说，什么都不跟你们说。十八岁以上能看吗？建议十八岁以上的人在观看。你会在现场直播 ，OK？ 那你到时候就一边举着手机播我们，一边给人分享。小心，小心被封哦！要注意一下，多开几个那个渠道，多开几个链接。最好是对啊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骗你。谢谢布比小哥，对的。六十岁以上，好的呀，你想带着相机来吧。带个相片。对，然后还有我们、不是那个嘛，大家也来见证一下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不是我们七号要公布那个、哦、就是找那个什么舔狗日记嘛、哦、我觉得啊，我觉得王日铁是我主人，然后他说不是，我们就打赌，就我赌啊，就如果他不是我的主人、嗯、我给他100块钱，如果他是他给我250。为什么要给250呢、嗯、他非要给250。我说多，我说我要多给50，要是真是我的话。啊，但是就是你得有原因的呀，你怎么就觉得我是呢？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队的人很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总损他们、嗯、你也知道我在我们队是什么样的地位、嗯、什么样的德性。我觉得如果是我们队的人抽到我是他的狗，他不可能就是对我这么的仁慈，什么什么就是很那么简单的任务，就拍自拍。然后就是唱歌这种东西，我觉得不可能。我觉得是我们队的人，他们肯定就是我不死也要掉层皮啊，就是或者就是说什么啊，马云林哎什么，假如啊不穿衣服什么在中心跑一圈，就这种类型的，我觉得会是这种类型的，不可能就是说，嗯。他们说你可别赌了，还记得上次云姐吗？我有什么呀、啊？但是好像打赌从来没赢过。我之前我已经给段璇转过好多次100了。对啊，我怎么可能让宁可跟他亲啊？没关系啊，那至少是100的话，那我咱们就是说花钱至少知道了这个人不是我的主人，是吧？咱们再换一个菜嘛。是吧，很离谱吧，对吧？我总不能我是他主任，我天天就是把他俩绑在一起，我是不是有毛病？但是有其他的，有其他人那个啥嘛。嘻嘻，火火的蹦迪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仁慈的可能刚好也是我那啥的，但我不是你的主人。但哎，但这样想我也好闲啊，是吧？哎呦，你还偷摸给我布置了不少任务呢。那倒没有了。我就一直觉得就是让我发自拍和让我在口袋里面唱歌的是我的主人。没关系的，七号就知道了。我猜出来我的主人，我不是第一天都说了吗？我亲近可能没有。谢谢麦当劳的花啊，我本来100%确定是你的。但我真的有给你布置任务了。真巧，我也有给你布置。哦，做了吗？你猜。哦，你有给我布置啊？我以为你应该会专注你的小狗呢。那倒不至于。对，到底是谁磕他俩，我真的是，我也很好奇到底是谁啊，就非要天天把我跟宁珂凑一起。宁珂本人我也有点怀疑，可能是他本人搞得很损啊。严娜，我觉得娜姐不可能，肯定不是娜姐，我也肯定不是娜姐，娜姐磕我俩。他不会乱磕，你们每次都说是娜姐。彭家小彭，刘倩倩也不可能。那我其实排除挺多了、到底是谁非要把我跟宁珂凑一起啊？我猜是宁珂本人，他磕的。之前有一次在 EMC 说，那你怎么回事，当着我们俩一面、背着我们俩又是一面啊。他啊，他也喜欢宁珂跟你啊？对，怎么回事啊？严娜娜姐小爱，也猜，当时他们也猜过，也可能是小爱。他说你也在那个 MC， 你怎么忘了？什么 MC？ 你跟娜姐一起讲 MC， 他讲了这个事情。我怎么没有记忆？记记不记得？我没有记忆。娜姐当着我面说的。是啊。
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完全没有印象。哎呦，你看我都没 care 这件事情的，笑死。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，这些损人。当然，我也出了几个较损的吧，但也没有那么损。我也很想知道那个让人天天跳楼踢的人是谁。我也想知道。对的，就一直就他是健身教练吧，天天蹦跳楼梯，你知道跳楼梯可以练臀。那不会小腿越跳越粗？这拉伸的话不会，但是。但是我就是看那个健身的时候好像可以练练臀、啊、他是不是就是嫌他们屁股瘪啊？哎呦，那可以是不是看不下去了？对，还有坚持让亲嘴的那个。哦哦，对，那个也很，我感觉非得就是，我觉得应该是陈雨姿。嗯，陈雨姿有点像，陈雨姿就非常喜欢看这种戏嘛。今天休息一天，今天没有，对，今天休息，虽然他们没有理我，但是不管了。嗯，对的，休息一天了。哎，没事，反正今天的那个讨论点不在这儿，我们事也不完，下次吧，缓缓，明天再搞。确实，雨姿好像是杨馨予。嗯，我也想知道那个出卡窗的，确实也挺损的。还好吧，对，然后你们当时说我们卡窗卡了准让我们重来，你们知道吗，那个窗已经不是当年的窗了，这个窗已经经过了三四年的各种饭菜油滴在上面，对，已经卡不了了，对，就是巨油无比，你知道吗，就是而且里面都有那种就摆了那个电磁炉在上面，因为要加热菜的，就根本就是没有脚踩，而且你想啊，那个地方是现在就是我们打菜的地方，你脚踩在那上面，到时候第二天人家还要在那边放饭，我都嫌膈应，所以只能勉强把脑袋塞进去了。对的，那一窗以前的窗已经是限定版了，大家对，因为我们以前不在那儿打饭，在外面的就没办法踩，那现在里面变成打饭的了，踩不了。嗯、我们没有在他房间复刻那个，果然是喜欢刷马桶的女孩。谁说我喜欢刷马桶啊？我自己说的吗？你说过，你说你喜欢。娜姐当时问你，你爱刷马桶吗？你说刷，我是个爱干净的女孩。是吗？哄我那个任务，哎呀，那个任务当时很难啊，我们都不在啊。什么哄你？就是。在段璇面前复刻他们俩那个，主要是很难找到人、嗯、就人基本上就只有个别在，三个在，两个在，这种很少，就是所有人都在。我天天刷马桶啊，对，这个是记性也太好了，这是刷的，这个任务确实容易挨打。我们任务一般做都要发口袋的，没发口袋的就没做啊，家人们。嗯，我们到时候有一个列表的，对，我等六号的时候，哎呀这卡我头发，这个围了一圈你知道吧，就是然后我头发在后面，然后每次捞的时候它就会卡住，劣质水钻也不是，是我头发劣质，因为头发染太多次的巨干就很容易卡，你摸这儿，你摸这个红的是不是跟草一样，跟我这边都差不多了，我这边的头发，对啊，我上面因为每个星期都染，现在跟草一样。巡演 MC， 大家巡演 MC， 我哪知道什么内容呀？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内容，到时候去了就知道嘞。对呀、啊，总不能人家在讲这个，我们俩扯稀，这也不太那啥呀。我们俩吃 Pokey， 你看天天他们就是什么吃 Pokey， 用嘴喂汤，怎么不来个用嘴喂水呢？家人们，有没有柔顺头发的方法？剪了重长，净咖啡。哎呦，你们可以。其实我们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怎么说呢，这样播出来就不行，为什么，因为那我们明全记记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就是说没了，这个团没了。咱们以后就管管他，控制一下语言 sorry。 巡演没直播，我们知道巡演没有直播，他没喝，他喝的是正常水，他喝的是温水。是，现在就是一匹野马。
没喝，也没吃那个冰淇淋汤。你自己吃过吗？还没呢，没时间吃冰淇淋，晚上吃就总是会忘。好，让他。我只是说你们天天想看这个，想看那个，想看也播不了。请喝水。哼，没有啊，你可拉倒吧，就别装，别在我面前装好吧。Poki 能播不能播，就自从去年那个之后被禁止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啊对哦，哎，他们其实一个应该好，哎，郑州的那个巡演 MC 不知道是啥。对啊，他们就是自从去年那个之后就被禁止了。哎呦，不是说之后的宣都不让拍了吗、嗯、但好像今年又让了。七号靠你们认真的吗？真的要靠这个？靠啥？靠那天那个主人请喝水。无所谓，我已经免疫了家人、嗯、我下次还去那家店。哎呦，可以，大家就脱敏了，我已经脱敏了家人，很快已经脱敏了，你们没必要靠这个了，没有用了啊！主人请喝水。脱敏很快的家人们，你们需要在公演那天扣温，我也不在意，我还可以在全场再来一次，对大家说主人们请喝水。你刚喝的是白水吗？我请问谢谢一个小方水，真的是白水。真的是白水。OK， 好的。不愧是艺人，确实，但我现在也是艺人好吗？对啊，只有当时稍微浅尴尬了一下，那之后算什么小菜一碟，一辈子很快的家人们。一辈子很快的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嗯，是的，不愧是这个的天才。是的，嗯，对，我因为我们 E 的程度确实不太一样。我更 E 一点吗？对啊，谢谢出来大声。半夜就是 emo 的 E， 半夜在铺盖里面。那其实人家都不一定，人家天天接待那么多客人。我也觉得他天天在里面什么话也没见过。对啊，我们那天场面算什么？就是。我我没有80%，我当时是一半一半，但是当时E多了点。但我从来没变过，我永远是E，没，但我觉得我可能挨过，但挨的时候没测。我觉得我最emo的时候就是从2020年吧，嗯，那段时间应该是我最emo的时候。20年，你办生日公演那一年。不是，之前就是2020年，就是中旬啊，不，就中间的那段时间份，就是6、7、8、9那一份。嗯，从10月往后走之后就渐渐适应了嘛，就没有那么 E 了，没有那么 emo 的 emo。我一直说什么？一直怎么看呀？它是有一个那个进度条。哎呀，我是不是截过图发口袋里了？懒得找、嗯，但应该挺多的吧。我们是下半年见面的 ，OK？ 你怎么像是史官一样在提醒我？为啥？当时很难不意吧？你看，你第一次去参加完那个回来之后，就可能跟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，然后又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就是蛮多事情的堆在一起吧。谢谢一个蹦迪，谢谢。我那会儿出来的时候，我那会儿出来的时候以为就是第一时间能够回北京嘛，没想到当时说让我来上海，然后让我学N队公演，让我去代役。我当时就一个大惊呆，因为我刚出来没有多久，就让我开始学习。后来我正好开始扒公演的时候，又跟我说那边要总决赛了，让我们先回深圳，因为对呀、啊，就让我们又回去。反正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。当时在二楼那房间又没有光，自己没窗，我懂，没有窗，然后自己一个人住，每天晚上都以泪洗面。是的，体验过。之前我在26，没学，就要8的时候又说要速速回深圳。嗯、
可能因为当时他们就比较缺人吧。是吧，这个精心挑选的，这是个玫瑰花，这个耳朵上的。嗯，我的是一颗心，就那段时间比较那个啥，但后来就好过来了。我觉得人生总得经历一些这些东西。是的，马老师。是的。对，我这好是有点那啥了啊，咋子过敏了？哪过敏？脖子吗？对。啊。最近好，可能就穿完那个衣服。我觉得可能那个衣服很扎扎人。嗯。哦，对，不能是马，得是小马老师，不然就是马老师。怎么不行？我就是马老师，我以后。你以后接班，你接班马老师的职位。其实我觉得我跟马老师在某些点很像。是哪点啊？嘴刁。就是因为他可能跟某些成员觉得熟的时候，他就会喜欢开玩笑说一些比较损的话嘛。当时就说路过的狗都会被踹两脚的程度。其实我也是这个样子的，是吧？我真的很损，有时候在后台化妆，就别人在聊他的都没有聊到我，就非要去插一句，就嘴贱。这个叫欠儿，我也老欠儿的，欠儿灯。他有锐评我们吗？没有。但我确实没看见他笑，但是小爱看见了。对，当时小爱在我们后面，我们俩当时都很担心，说怕他卡我们动作。结果好像没有。对，本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等的时候呢，就听见有些人的音乐放了两遍，有些人音乐放了一遍，我以为是就是都要过两遍。然后我们上台，其实我们第一遍可能踩的还挺顺的吧。马老师就顺嘴问了一句，说你们还要过吗？我就说来都来了，多跳两遍呗。我说要过，然后他说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，非要过两遍。但是我就会觉得人家过两遍，我们跳一遍很亏。确实，虽然说我们跳挺好的，对，但是我还是要多跳几遍，不然很亏。确实，对吧？你在这个舞台上待的时间，就是你对他的熟悉度，就是能尽量安心一点，就尽量安心一点。王总和马老师，我天，救命！一下给我们上年纪了，大家。哎呦，王总和马老师，我们以后出去开一个公司叫巴斯，谢谢一个荧光棒。为什么是巴斯啊？斯巴嘛。哦，巴斯，我还说巴斯光年还有公司。不拿了，不拿了。哎呀，王总和马老师2.0，我天，这个名字真的有点。好了，没有，他就是破了皮，已经愈合了，家人们。因为有人说要不要涂点药膏，不用，我都说了，我都没流血。拔丝儿光年，不用担心，就稍微卡秃噜皮了一点点点，但确实挺疼的，因为我也卡过，因为那而且舞台还很涩。是你这个名字起步年龄得40岁了，我们俩叫这个名字太大了。什么名字啊？王总 and 马老师2.0。说实话，不是那么的好听。是的，不是。是你看吧，只能说你们就是心脏的人，看什么都脏。我说舞台很卡，很色。他们说是挺色的，那个色。哎，谢谢个小风车 ，very 马奇好听。哎呀，这个也是我看那个表情包，我看 very 马奇，我看见了，你发口袋里面的那个。对啊，那个很搞笑，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我自己打上去的，人家本来就是这么个表情包。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很适合我们不是搞笑挂的，大家这个不，我们就是搞笑的啊。是的，我们是搞笑挂的，大家改一下啊。我们又我们又搞笑又漂亮，然后又可爱，又性感又迷人。是的，大家，我们是那个比较灵活。拽头发，转这样我们比较灵活，大家谢谢一个摇摇马。紧急澄清一下，对啊，我们什么都可以。对啊，灵活就是说啥都可以的意思。
好烦啊！他们灵活打的是那个灵，你的灵啊，这个灵哦，你的灵啊，哦哦哦，这个灵，二人学。就这么开心。那他们有时候叫你也就这么打呀。Fine。 哎，没有办法，谁让我的名字里没有这个数字呢，真是救命。哎，你想要啊。哎，这个福气给你了。可以改名字啊。问我叫什么，叫王玲玲。王玲玲，那么多玲，像英语书里的那个王玲玲和红雷红梅梅。瑞奇，居然你小名不叫圆圆吗？挺多灵的呀。我是圆的，我是圆圈儿。一样的呀。韩梅梅，哦，对对对，韩梅梅，韩梅梅跟王玲玲挺好听的。王玲玲，嗯，王玲玲像是英语老师王玲玲。你下午好饿，家人们，我看看我的麻辣烫。啊，对啊，你看也到了没有？他应该在我会哥打电话吧？嗯，到了，到哎，啊，到了，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哎呦，没到，没到，啊，没到，啊，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啊，好了，大家，哇，他零四就到了，啊，我们，哦呦，你看一下你的呢，半个小时了，我们再播四分钟吧，不然这样子显得我们好像可能，好，好像是饿死鬼一样。好的，大家，确实挺饿的，家人们，再我再说四分钟，他放这么久会不好吃啊？你点了有小油条吗？没有，哦，那就还好。小油条就会那巨好吃，叫什么名字，叫甜老憨老式麻辣烫，瑞奇强力推荐的，真的好吃。你点麻酱了吗？点了。嗯，不行，不能吃，不吃饭要大口嗦。好的，大家，我会吃，我今天就等这顿了。 Me too， 明天肿成猪头，所以离我远点，大家都说离我就是远一点，这两天皮肤状态真不好。我也是，明天谁敢说我卡粉，我就掐你。消了消了，哎，大家已经愈合了，真的没必要担心，都已经好了。嗯，脖子没事，我这两天啥都有点那个啥，过敏。我穿昨天穿上睡衣都觉得我这边没啥。不吃不。后天也离远点。公式牌的。嗯 ，OK。好的，杨国福不是杨国福，是田老憨。哎，但是最近就是那个很火嘛，曹氏鸭脖。是吗？曹氏鸭脖就巨辣的那种，就是说，但他们里面放的是辣椒素，就辣椒精，就吃了会进医院的那种。哎呦，我总是看很多吃播博主去做他们家测评，说开到上海来了，还蛮想吃的。那得备着点奶呀。对，但那个只能吃微微微辣，不能让它放太冷辣。哪个甜？就是这个三四个方块的啊，四口甜，四口甜，甜出那个甜，憨憨憨，就是你这个憨货的憨。嗯，对，就这个甜老憨真的很好吃，大家特别好吃，来非常推荐。但我还没有吃到四个方块。哎，听说有一个炸鸡叫什么弹正弹炸鸡，就跟韩国 BHC 的那个芝士炸鸡很像。我跟你说，这确实这，嗯，虽然其他地方咱们不多做评价啊，但是这个 BHC 的那个什么芝士炸鸡真的好吃的要命，家人们吃一口想一年。哎，但我们附近没有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在抖音上刷到的，说好像南京。哦，南京有啊？不知道，好像还有卷卷薯条。然后北京好像也有，但是应该好像就是延吉。嗯，哎呀，说起南京，我们有休息一天，哎，大家，我们可以去玩了，玩一天。哈哈，嗯，但得先看练的怎么样。我当时想想，如果练的不行，那天去租的，在南京租教室练舞啊。只有一天时间，家人们，明天我上 Q 完瑞玛，明天后天都要握手，然后六号一天的排练时间，排两支舞，然后七号公演，八号就走了。No time， 家人们 ，No time， 我眼泪掉下来，真的，别太假了，真的。那行，我们就在台上站桩站两首歌。我还说耶，九号休息一天，你说看嘛，看我们到时候的练习进度行不行？行，对吧？你今天不是看的时候挺简单的，
是啊，但是万一排练起来，哎，发现不太行呢？看吧，好吧，我们实在就是再怎么不行，我们就用别的动作代替。我们忘了，我们就干别的。九号，我们稍微就是还是看吧，肯定有时间玩的，肯定有时间玩的。不愧是马老师，确实还是叫他马老师。我们明天5点就要起，家人们。下播了，吃饭去了。大家明天在食堂吃吧。好呀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明天见，离我远点啊，记得。